店长，你看邱老师干了些什么？这是人吃的吗？这是。雅丽，放了。哎，邱老师坐那儿，邱老师坐那儿。店长来讲话。讲话哈，我觉得今天来吧，我们所有人肯定都震惊了，因为邱老师弄这么大一桌，这真的是我们走上正轨，然后正式好好的开始弄。我觉得从今天早上开始就看到邱老师这个态度，我觉得我们也要，就是我们从衣服上就体现出来，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做，就是最后一定不能垮，就是一定要升华升华到最强，让人家看到我们比那些专业酒店还要专业，所以我们就加油干。好，咱们干个杯吧，我们来敬一下邱老师今天。邱老师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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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敬我们的旅社，对，敬我们的旅社，敬我们的青春。Everybody。感觉好高级啊。没关系，你的 husky 也差不多。我跟你说一道菜，你知道是什么名字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吗？ Lahosky。 Lahosky、哎、你们是在羞辱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拿过来。不，雅丽，你是猜这什么东西？你绝对猜不到。 Lahosky。 你现在嘴里有面包，你扔不出来。喷蛋脸。 Lahosky 是红烧鲫鱼。对，就是鲫鱼。走了，走了，店长，他们欺负人！啊，我们把车骑上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全员出动，出发出发出发！优质服务，我没有车。Amazing！ 我就一个人在这里做棉花糖好了。他们先吃冰淇淋吧，先冰淇淋再棉花糖，他们哪里都不想去了。对对对，还有娃娃机，甜蜜轰炸。来来来，来一个棉花糖大师，棒棒！我们可以抓娃娃，要抓吗？那我们先说好哟，抓了娃娃就要住在这边哟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咋办，店长？没水，而且一会儿要做饭了，做饭洗菜，你要给人家吃饭啊。我们可以用矿泉水啊。不可以，不够了。不然我们去下馆子。店长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唯一的办法，我们要找一个一些桶什么的去 A 栋抬点水。他们有水吗？他们 A 栋他们的水泵是好的。好，好，没问题啊。这一大桶的神秘礼物。好，游泳池随便拿。不要这个样子吗？哎，厨房用水行吗？但是那个不好接。只能是厨房了，我下厨房看一眼啊。哎哎，店长，店长。我们有小朋友啊，我们小朋友可能跳舞很厉害。对呀 ，PK 啊。好，差不多满了，走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雅丽，帮我灌点水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，我咖啡机还在你们那儿。走吧，来，来，一二走，一二三，我的手啊。到了黄包车就好了。啊，有黄包车。对。叮叮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一二三。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对对，带点刹车。我这就跟开车的就是一样的，就是完全不用踩油门，只要小心下坡，给刹车，给刹车。军哥是 B 栋亲戚还是 A 栋亲戚啊？圆儿去负责晚上的节目，我们负责晚饭。因为你每天在舞台上就是唱歌跳舞，照亮小朋友们，对吧？你编一编节目，我们至少出两个舞蹈吧。你一会儿看看，问问小朋友们有没有他们集体会跳的。如果集体会跳的呢，教我们跳一下，我们就跟他组成一个舞蹈。好，我们舞蹈要跳出我们自己的风采，我们的场子不能丢，对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来看，曲奇要进去考了。哇，他们已经慢慢都在化开了，哎，就好像冰淇淋的上面一样。冰淇淋，抱一下。不准跑，不能跑啊！老东，他想说我还不如被拴着呢。大虫已经算乖了，怎么捏都不生气，然后他也不动，就是你随便摸我。我吭一声算我输。走了走了，跳舞了跳舞了。
走啊，跳舞跳舞。我也跳舞。走啊，不要跑啊，不要跑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走了走了，跳舞了跳舞了。真的太佩服圆圆这个耐心。加油，你是奶爸。这样好不好？你们跳一遍，然后我跟着你们学，我们一起学，我们一起学。我们跟着你们跳。来，小朋友们站好，站好。来，大喜，你也来啊。我怎么跳？学员加入。大家一二三，开始。大喜跳这个太萌了。对啊，怎么跳啊？这样啊，你就跟着他们学嘛。我天哪，好动感啊，这个音乐。马步吗？为什么每个人动作是不一样的？对啊，我可以跟谁学啊？我不知道跟谁学。这是在干嘛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哇，挺累的，好累啊！哥哥姐姐真的老了，受不了。对啊。还有。这小是什么啊？还有啊？还有？这什么？哎呦！哦！你在叫我吗？你应该不是在叫我吧？那我就来一个 husky。这个鱼其实还是要用水冲的，不用水冲根本洗不干净。需要拿水冲的。圆圆，你一会儿去我车上冲一下吧，车上有点水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水还是挺珍贵的，最近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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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e Husky， 这条 Le Husky 比我处理干净了。开始 ，Le Husky。One, two, three, Le Husky。圆圆，你现在已经技能已经太厉害了，这已经超出了少年的技能。对，真的。现在都不能动它，现在要等它肩定型了才能动它。鱼有点厉害呀。我好像有点忘了那个，我有点忘了那个步骤了，我怕会垮。垮了，怎么了？是红烧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等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看不出来的，没事儿。对，弟弟要定金。一会儿浇一浇汁，应该就好看了。嗯。我需要姜葱蒜，一个小小的 Le Husky。我要把这个摆盘一下，来，我尝一下，先尝一下。没有垮，垮吗？没垮，我太棒了。没有垮，垮了，因为我没有垮，因为我把它做形状做太丑，我得把它给手动复原。没毛病。哇，我们这一栋的男人都会做饭，太赞了。开饭喽！开饭喽！哇，太香了，这个味道。米饭再盛了啊！这有没有？哎呀，赶着用吧，赶着用。我吃两个吧，没有没有你。啊，对了，我爷哥给送的饭舍不得吃了，三碗，差三碗。来，我们介绍一下哈，因为呢，昨天呢，我们集体去了另外一个客栈，去了之后呢，因为那个客栈可能开经营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们就跟他学了几首。这个是我们店长王源新学的，叫 Le Husky。其实呢，虽然有个法餐的名字，但就是红烧鲫鱼。然后这道菜叫梦想灼伤我翅膀。梦想灼伤翅膀，好吃不好吃？好
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大机器。鸡翅我做的。好吃，那是我也来一个。那连 Husky 都没人懂，就长得太丑了。王润哥哥做的鱼，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再给你来点。王源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学烧菜了。他又帅，他还会烧饭。你们觉得是英俊哥哥长得帅，还是王源哥哥长得丑啊？其实从客人的反应，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感觉到我们的服务提高了很多。像比如说之前来的第一桌客人就是一家四口，就他们其实在吃我们饭的时候是有一点可能尴尬的，因为我们确实没做到位。但现在的客人，我们从他平时的表情，他吃饭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他是喜欢我们的菜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提升，我们能让客人在一件小事中感到快乐，然后我们就挺有成就感的。我们园儿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没想到王源这么多成长，太好了。英俊哥，英俊哥，我要去下 A 栋，我找军哥拿个感冒药。去，一会儿我去一个。没毛病。在这边拿呀。陆姐，陆姐，你还好吗？今天我要败下阵了，我这跳着跳着，突然啊。这种。我是来找军哥拿点感冒药，我有点感冒。哎，我现在去给你拿。不用很严重，就一点点。没有很严重，你就喝那个红糖姜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就多喝。去尝一块咖喱土豆牛肉，我去给你拿感冒药。哇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。我给你没有，再兑一点，没事，兑一点点凉水，我怕太烫，你马上喝不了。这种差不多，试一下。我觉得就是觉得，老板。老板。我们那边是每个人都做菜，现在是。你做什么了呀？我做了一个红烧鲫鱼。我今天是怎样？我煮鲫鱼的时候，它尾巴断了。今天又断了。然后我用筷子给它接回去，在中间盖了一块鱼皮，一眼看不出来。你妈要看这节目说这节目真好，根本就是下乡在锻炼。重点是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哈，她会很高兴。嗯嗯嗯，那我很高兴。那我一会儿我就过去，然后我跟他们说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做那个跳舞。要喝了吗？嗯，喝了。自己泡点热水喝。嗯，那我过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啊。一会儿见。哎，之前雅丽姐不是拿了红糖姜水吗？这儿呢，你要喝的话就热一下，来。这不行，热不了。能，热不了它，以后还怎么热女人的心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是不是我赢了？原来是一个坑。好不好吃？你尝一口。我拿这个筷子尝。哇！怎么了？这度数好高！哎呦！戏精，你的演技简直是超越了三线地方台栏目剧的演技。不过总体来说，我们今天这顿饭让客人非常非常的满意。那就行了吧？太棒了！其实，在邱老师的早餐的激励下，我们都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。对，都提高了很多，还停了水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为我们自己点赞，好吧，为我们自己拍拍手，好吧，走吧，去看看跟小朋友跳跳舞吧，跳舞吧，好吧，因为没有水，先摆在这儿，我们晚上等来水了再说吧，不如跳，好吧，英俊哥，让你等等，等会儿，你拍我手上了吧，稍等我啊，这个是很，这是易燃，这个是易燃，太易燃了，英俊哥的头发一把火无敌了，没了。开 party， 开 party，
人家说谈恋爱不如跳舞，我说跳舞不如生活，跳舞不如生活。引燃 ，It's beautiful。新疆吐鲁番的烤羊肉串，3块钱一串。就英俊哥那个白烟滚滚。英俊哥，英俊哥是在熏。英俊哥是在给天上发信号，说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。荒野求生发信号，快来救我。可以了。小朋友们，大人们集合了。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青春旅社举办的青春舞蹈大会，是第一届。然后我觉得今天不限舞种，不限风格，只要 happy 就好。然后我们壁咚的大家站起来挥个手。那咱们首先带来第一个舞蹈叫什么？八八八，八八八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咔咔98。特别像双十一商场搞活动。来 ，DJ drop the beat。加油，加油。Are you ready? Ready。准备好，这是我们的舞台。哇哇。哎，我看他们跟中国跳跳跳的不一样啊。对啊，感觉变了。是同一个舞吗？对。跟谁跳啊？哎，怎么每个人都不一样？对呀，不一样。Freestyle， 这个整齐了，瞎跳。变了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裤子都掉了。裤子都掉了，要结束，要结束了。不姐 ，It's beautiful， It's amazing。这是谁唱的呀？好难听啊！还混不混了？你知道我们在舞台上出现失误怎么办吗？就是，就本来应该我在旁边跳舞，我在跳的时候我出错怎么办？啊！我就不跳。互动立刻。好的，下面带来我们的集体舞《青春项链手册》。哇，厉害不厉害啊？招牌。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表演，是多么棒的歌，有多么厉害的人唱。这首歌的原唱多么的棒。准备好。跳一下。跳一下。踏步，比桃心，比桃心，鼻子，眼睛，耳朵，耍帅哦！这边走路，倒着走，准备开始跳，跳，哦，哦，这边这边，来来，起来，拉手拉手。来，你们！哇！来，返回来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哇！太快了！这叫什么词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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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露姐没了，没了！来，机长，机长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还有你太棒了，真赚了！不垮不垮，转圈就不垮，转40分钟，不垮不垮也能垮。首歌啊！为金哥打 call。做太详细了，金哥。嗨，大家拍个合影吧，拍。